没有解脱，不是很重要的关键。你一定要有办法得到人生，生生世世生在人道，生生世世生在人间，那么你就有一生有一世遇到现前佛，学佛出家，学佛修行，学佛正果，这是肯定的，这是很重要。怎么不要失去呢？这样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做人是最重要的。即使你要往生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也是要呢有办法在极乐世界呢得到永生，你才能够往生呢。其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只有一道而已，就是人道人生而已。因为阿弥陀佛十十八般第一呢，是说他没有第一道、二鬼道、畜生道，因为这三道只有三道而已。而在三道中呢，只有人道而已。所以你如果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你也是要得到人生。你没当人事的话，你不能够完事。但是现在很多修净土中的人呢，也没有密切注意到这一点。乃至于将来弥勒佛地有佛出世的话，龙华三会，我们也要出世为人了，才能够受到弥勒佛的度化，随弥勒佛出家，随弥勒佛修行。所以弥勒佛在国还是人生，所以我们整个学佛呢，就是要能够把握生生世世生在人道，生生世世得人生。是不是刚才弘法开始就告诉各位，人生难得，佛法难得，你就要听法，到处都有，很容易啊。DVD 随便我们都拿得到，或者现在的 TV 啊、卫视啊、卫视电视啊，或者网络，你都可以闻法。但是你来闻法，你对法会尊重。科技带来好处，但是科技也带来破坏。你们现在在这边听法，你们会很专心听。但是如果你看到卫视、网络或者你家里播放 DVD 来看的话，你对法很不准确。你喜欢的要看，就叫他讲，播声对他。我不要他讲，你不要他看了，对吧？停了就停了，对不对？别人电话来，你就接一个电话啊。等一下口渴就喝一杯咖啡。你对法就不尊敬，但是你们在现在在这边亲身体验不一样，你们对法的心是很尊敬的，这个是很相差很远的。你起码听了，你们很专心听。但如果呢录一录影呢给大家呢拿回去的话，他说今晚没有听，今晚播放来看，播放来听，或播放来看，播放来听。对嘛，你就慢慢的不纠结。当然，你想要了解的更多、更清楚，听得更多，那是好处，但是往往带来很多负效果。所以，我们得到人生，我们要珍惜啊，不要随便就啊，言这个埋怨那个。当你起这种埋怨的心啊，你自己已经很不快乐。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自己都不快乐，你快乐你要埋怨做什么？啊！所以对国家的政策也是这样，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尤其新加坡人最会埋怨，最会恐吓的。恐吓到呢，政府呢也没办法啊！你恐吓我就是 OK， 设这个法律那个，就设那个法律。就这法律就不是你自己设死你自己的，
所以阴真会苦的也不是开玩笑，带来我们人类很大的悲哀，很多的痛苦。不要小看这个阴真会苦，其实你当你埋怨，当你发牢骚的话呢，你就已经落入阴真会苦了。如果你想想看，你一天一个礼拜一年里边一个月里边，你多少个埋怨，你多少个阴真会苦啊，不计其数啊，是不是如此啊？物价情下你埋怨，现在我还听到了人家哇，以前两毛钱呢可以吃一碗面，我说不要紧，我给你两毛钱，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还吃到一碗面的话呢，我的全部财产给你。你现在到非洲的话也两毛钱吃不到一碗面啊，你不要呢自欺欺人啊。现在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啊两毛钱吃到一碗面？你告诉我，在南美洲在非洲也吃不到了，不可能的啊。所以今天做呀，大陆很好啊，哎呀，你们什么可以养鸡养鸭，真的很好吗？我跟他，你现在你去养啊。如果政府出条例开放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养的话，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就这么说，最好是不要开放，不要给人家养。不然我们的政府出错的话，全部都是农场，我们住在农场里边的，你养几只鸡啊，养几只鸭啊，养几只什么？猪，那完蛋了。那时候阴真会苦更多了。像我们的人啊，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知识的人，但是人呢，也是一个很笨的东西，很笨的一个动物来的。别人我们很聪明，我们是很聪明，但是我们呢，也造成我们很笨。很简单的，大家现在都用电脑，对不对？很多人呢，现在会写字吗？不会了，写字越来越差了。你告诉我，你一个月里边，你有写过呢500或者1000个字吗？没有了。你写过500个字、1000个字吗？没有了。但是以前没有电脑的话，啊，写信啊，写什么都是用手写的，对不对？现在没有了，多久？这边讲话那边打吧，那很熟悉了，很熟悉了，对不对？就这样，所以现在都不会写字的。啊，总之啊，不要怨恨太多，不要埋怨太多，不然呢，你这个爱真的，这个怨憎会苦的是无穷无尽，而且很多人不知不觉的落入很多的无限的阴真会苦里边的。最后一个就是五阴炽盛苦，五阴炽盛苦就是我们的欲望太强烈，普通话欲望啊，爱欲啊，贪欲太强烈了，这些都是苦的果报啊。那么佛陀呢，对于五比丘讲的苦地，一切都是从苦地开始的。佛陀讲的第一个真理，苦的真相。那五比丘听了之后呢，就会问佛陀了：既然人生有苦，或者人生多苦，那么到底我们的苦是怎样来的？苦是怎样升起的？啊，所以佛陀呢就继续讲第二个真理，寂谛，就是苦的寂起啊。这名字苦寂谛，说明人生记起贪嗔痴等许多烦恼的因，气造种种的恶业，才会招感种种的苦果。所以呢，苦以记为因。到底人生有苦多苦？到底人生的苦是怎样来的呢？主要就是因为造了恶业。归类呢，有十二业，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这是身三恶业。口有十二业，就是恶口、两舌、
还有其意跟万意讲片话。那么心呢，有三合，也就是起贪念的心，起嗔恨念的心，起疑痴念的这个心，这个是心的三种恶业。你造了恶业，将来就遭感苦果，有恶因就受恶果，有恶业就受恶报，这是必定的道理。那到底为什么会造恶业呢？就是无始来我们的贪嗔痴，贪嗔痴是我们的烦恼心，贪嗔痴也是我们所造的恶业，这个就是苦的来源，苦的激起，苦的升起。因为起了贪嗔痴烦恼，当然还有不增见、疑等等的烦恼，就是造了种种的恶业，将来呢就受种种的果报、恶报。之后呢，无比丘就会问佛陀了啊，既然人生有苦，人生的苦是怎样升起、记起？那么到底苦是不是可以被消灭的？佛陀说呢，可以被消灭的。就正如呢，火可以被燃起，火呢也可以被扑灭，这是一定的道理。有升起就可以呢扑灭。所以佛陀呢就继续对无比丘讲第三个真理：灭谛，证明苦灭谛是修道所证的圣果，既是烦恼灭除、证大涅槃，也就是不生不死的真理啊。既然苦可以升起，苦会记起，肯定的苦就可以被消灭。这是一定的真理。那苦一被消灭的话呢，就证到什么涅槃啊，就是不生不死。很多人每次把涅槃当作是死，就刚好从涅槃是不生不死，涅槃不是死。所以说佛涅槃、阿罗汉涅槃，那佛就死，阿罗汉就死了，不是，这就是错觉，刚好是相反。进入不生不死的一种境界，或者可以说一种成就，这是圣人的成就。涅槃就是一种心，在那边不生不死，不生不灭。那么苦可以被消灭啊，第三个真理啊。那么到底苦又要怎样灭苦呢？所以佛陀呢就继续对无比丘讲第四个真理：道谛，证明苦灭道谛。道就是正道，也就是方法。道有多种，主要有三十起道品，依此而修就能得到般若，也就是智慧，修善断恶，解脱生死痛苦。所以第四个真理呢，既然第三个真理说苦可以被消灭，那么就会问第一个问题，会问一个问题，苦怎样被消灭呢？所以佛陀必须继续的对无比丘说呢，怎样灭苦的道路，或者灭苦的方法。然后灭苦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三十七种，三十七道品啊。当然四圣谛也可以灭苦，十恶因缘也可以灭苦，但是在十六号后个星期才在这边讲十恶因缘啊。即为苦的根本，此恶谛又流转于世间的因果，知苦而断即，断即以离苦，为身闻称行人愿离世间的现行。这边是说苦跟即跟苦这二谛，他们呢是世间的因果。所以看
个表解啊，用表来解释湿胜地苦地。苦地呢，就是迷的果，就是迷啊，迷惑的果报，也就是苦果，也是苦果。那么寂地呢？寂地是迷的因，也就是苦因啊。那么这两者呢，是随世间的流转，这都是世间的因果，生死在世间啊。所以知苦而断寂，断寂以灭苦，这个就是声闻圣小乘修行人呢厌于世间的处理办法，就是知苦而断寂。第二，就断掉什么呢？断掉恶业。但是断掉恶业还是不够，主要还是要断掉烦恼。所以我们学佛呢，就是要断烦恼。学佛并不是要得什么，有得必有失啊！啊，有得呢，得不到又落入求不得苦。这学佛并不是要得什么东西，学佛刚刚好是要什么？要断掉多少烦恼？你断掉烦恼，你就证到多少的果悟啊！断寂以离苦。如果断了烦恼呢，就离开什么呢？离开生死轮回苦了。这个是寂地与苦地他们之间的世界因果。灭为道的说破，此二体即为超出世间的因果，求正灭而修道，由修道而正灭，是为声闻乘修正涅槃的行果。所以呢，四圣地主要是在第四圣地，就是道地啊。那么这两者道地与灭地呢，啊，是属于是处世间的因果，因为已经断了烦恼，解脱，这叫处世间啊。灭地呢，就是悟的果，就是证悟的果报。觉悟的果报，也就是乐果，因为已经解脱了，是真正的快乐啊。那道地呢？道地是悟的因啊，觉悟的因啊，也就是乐因。那么这两者呢，能够带领我们处理生死六道轮回，所以这互为呢处世间的因果。当时佛陀以三转四圣地开示乔成如等五比丘，令彼等呢悟道啊。那什么叫三转四圣地呢？啊，转法轮，我们看第八相，佛说法叫转法轮。所以有时候呢，我出门呢拿着一个罗汉袋，这个罗汉袋他们写法轮常转，法轮常转，就觉得问我，是不是一个轮叫做法轮，那我们来转？当然他真的是不了解，这是表意的，比意，表意就是比意而已啊。什么是轮呢？轮的意思是如掌柄之轮，能掌破那堪比，啊比什么？比佛法能破烦恼，就像呢那个米啊，有库啊，克包啊，这就库，所以必须呢怎样啊？必须要掌米，就是来磨它那个磨轮啊，把它米的外皮就克了，破存了。就比如说佛法呢，能够破什么呢？破烦恼啊，烦恼就好比。刻意啊，包括我们不能解脱。原来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舟车之轮，能通行抵达一目的地了。比佛法呢，能够让我们通达什么呢？通达涅槃，到达涅槃，到达彼岸，就到了解脱了。那轮呢？轮的意思啊，转的意思啊，
转呢为众生人所改转，啊，有三种转，第一转迷为悟，我们现在是沉迷在世间，迷惑在世间，但是我们如果呢听闻佛法，修行佛法，我们会证悟佛法，我们就会断烦恼，成阿罗汉圣人，乃至于呢行菩萨道，究竟成佛了。所以说转迷为悟，转还有一个意思叫转染为净，染呢就是污染。我们现在呢在六道生死，就像在一个污染大染缸里面一样，为净呢就是达到什么呢？达到贪嗔痴烦恼的破除，得到清净，得到转染为净。转的第三个意思呢是转凡成圣。什么是凡？凡就是凡夫，我们就是凡夫。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种种烦恼，所以我是凡夫。但是我们听闻佛法，修行佛法，就会证悟佛法了，就成为什么阿罗汉圣人，乃至于呢究竟圆满的成佛果，这叫转凡成圣啊，这个是转法轮的意思。那么三转四圣地或者三转十二法轮呢是怎么讲呢？所以三转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五比丘说四圣地的时候呢讲三次三回啊，三回。那么每一回呢有不同的意义啊。初转什么呢？初转就是四相。所谓四相呢就告诉什么呢？苦寂灭道的真相，必须告诉呢五比丘嘛，什么是苦，什么是寂，什么是灭，什么是道，真相是什么。那么佛陀呢第二转法轮，二转就告诉他们呢切修，既然你知道苦寂灭道四圣地法门的真相了，你必须要去修啊，修四圣地法门啊，明白吗？但是佛陀劝五比丘修四圣地法门呢，又怕五比丘啊胆怯了，心力不够，所以佛陀第三遍讲四圣地呢作证，以自己做证明，我以前久已经修了四圣地法门，已经证了涅槃。这是第三法作证，所以初转是四相，告诉四圣地的真相；二转欠修，欠五比丘修四圣地；三转呢，就是作证，给五比丘呢起信心，修四圣地啊。啊，我们来看一下，佛陀三转四圣地，初转苦地时呢，四相告诉五比丘，此是苦。